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打的是毫不留情，这他妈大家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但是因为要测试我的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选这一关来打，因为这一关大家最简单，最不会打到脑中风或脑充血，不过那只是妄想而已。好，我们继续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栋房子里面可以塞这么多的人，你们一户都是三十几个人吗？这里是怎样？这里是中国？中国那么大是吧？人口这么多，我不知道美国是一户人家都有这么多人吗？有真的三把的。Somebody hit me. Take this. OK. 哎，还有一根针呢。有人干走我的针。啊，你无所谓，好不好？好东西要与好 AI 分享。外面一定，他们一定在外面，我知道。OK. Boomer. 后面有人。石必达。I think 石必达。没有 think 啊，就已经看到了。妈的，就当我白痴了。好，我们继续往前。既然你们要一边讲话一边打游戏，别把我打那么认真。所以看到扣姐超过十滴以上，麻烦不要嘲笑我，谢谢。我玻璃，好不好？各位体谅一下。这里是不能敲打啊，但是可以喂食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比尔这个老妖怪，一把年纪也穿着这么暴露，你看他的屁股，多么的性感。啊 ，MC， 没有看笑，可以说。有一个卫士在那边靠岸 ，cry hungry， you are crying hungry， don't you， don't you， 哈哈哈哈，你追到我，你追到我，慢死，你速度练练再来吧，加个十倍再来，你是 L4D 界的波特在走，对不对？你看上面有人。有一个人在那边抢完头，然后才肯大摇大摆的下来。我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AI， 你知道吗？那功力属于会太重了，你是专为台湾人所发明的 AI 就对了。你觉得抢头为快乐之本吗 ？What the fuck！ 那居然直接摔在门口，你们真的是……你看平常我跟别人打我都垫底的，然后现在我跟 AI 打，我都是最多的 ，AI 只打11次而已。好，各位不好意思，我想这个我讲话的时候速度可能放慢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自己也听不到，听不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好不好？那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好，那这一关是车站里面没有车啊，有车啊，但是坏掉的车 ，Broken Train。我最讨厌这一关，因为这个关，我最讨厌这一关，因为这一关每次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然后就灭了，就躺了，就损血了，对不对？地上有 AK， 但是啊，算了，好了 ，AK 就 AK 了，好吧，给你一点机会，不要说我球棒，那是给我妹那个神经病在拿的。你一定要，这是 TF 害人。看到波尔在后面前，我就这样直接枪一突一下把他开下去。是嘿 ，Joey， 我看到你。I see you。前面又有位置，他已经在某个。你看，他已经在这里，我又知道。你看。比尔上。你看我干什么？我能打到他的头吗？好，可以，啊，太好了，哦，我简直是神器耶！我居然跟 AK 玩这一套，我这是第二次神功，你知道吗？真是吓死我！我觉得大家拿散弹最大的理由不是因为清空很怪，而是因为他妈每次位置都把位置放在很奇怪的地方。没事啊 ，Every time this system always pick which in， 我不知道怎么讲，随便。反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好像看到有胶皮，胶皮胶皮，我豆口打。啥呀？我的妈！还两只哎！我的，还好，没事。对不起，我还是没有维持。我讲话的速度还是降不下来，真的很抱歉，好不好？原谅我。对不起，这都是我个人的疏失。好，现在是要开这个
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可以用跳的跳上去，但是我没有办法 ，because I am stupid asshole， 好吗？所以我要笨笨在这边防守。啊，反正这些人他们会帮忙，抢头是他们的天性，也是他们的本分。有一个智障被骑出去，我可以喝一罐药，好，再拿一罐。那我们走，我们可以走了，走吧。不要妨碍我好吧，你们这些人。胖哥，吃帽嘎。这里有枪吗？哦，太好了 ，SHCAR。I think HCAR is good life. Oh my god, 弹谷，弹谷居然输在这种地方！你不要开玩笑了 ，My god， 我要跑了，在线。谁？黑曜石 ？Hunter， 你们三个人下来 ，Hunter 也不打一下，然后等我打了才来抢我的头 ，You son of a bitch！ 好，可以了，我相信我已经甩开他了。区区一只 charger 是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好吧？这些小杂碎，太好了，我今天全是 like a loser， like a loser。啊，所以坦克是死了吗？坦克是死了吗？那三个 AI 就把坦克打成跟弱将一样。Come on！Hold up, this'll help. Reloading. 你们不是会关门吗？是怎样 ？Thanks. Sure thing, man. 是怎样？你们又都不关门？好、啊，都这样。Woo! OK， Let's see， 这是第三关，叫什么来着？加油站吗？还是下水道？我忘记了。反正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关卡，因为这个关卡就烦死了。等一下，因为这个关卡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冲，然后把你的队友当王八蛋就可以了。干嘛？你夜什么黑死了吗 ？Get on the left. Is Black dead? There's a witch around here.This should last until we're safe. 好，首先你们看到我们按了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有意义的升降梯，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看好了，看好哦。我觉得他另外那种奇怪的地方冒出来，秃头又来挡我的路了。You， 你看要怎么讲？Mark 是怎么讲的 ？Do not even try。我记得他应该是这样子讲的。我觉得前面会有弹，我觉得前面会有弹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哎，我觉得要是一直维持这种声音讲话，很困难，你们知道吗 ？Check out this gun up here。那个 Warfare 讲话，可以一直维持不习惯讲话的方式，真的是有够厉害的。我越来越敬佩他了，请大家都是订阅 Mark Player 的频道，谢谢。你们有坦克吗？有坦克吗？有没有？没有坦克，很好。没有坦克是成功的一半，啊，有坦克是成功的另外一半。Mercy Hospital should be。我讲话讲到一半，比尔跟我说这是狗屎，好，很好，你死定了。好。高速移动翘臀，没有人，你看多么的轻松。我觉得这一关开这个机关还要守的人都是智障，你知道吗？都需要检查脑袋有没有问题。就是拍棒，好。Let's get inside。我呢，比尔，你在这边可以把衣服，你可以把衣服换掉了吧？你的屁股整个露出来，你知道吗？你屁股上还有血，恶心死了 ！M D 来了 ，Woo baby，All right。Francis 两只，
这跟那个费诺之曲一样，比费诺之曲还要熟。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传这种影片了嘛，可是因为有人说做这种事还是要有声音听起来比较有趣，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我又没有这个能耐，能不能有趣的起来？还是你们只觉得我很智障而已？啊，那也无所谓啊，随便。包好多，之前都不会自己包的，包这么包不用这么省啊，对不对？那简单的一级。No, 一级，好不好 ？Thanks。好，这也是医院。Mental Hospital， 没有，看一下 ，Mercy Hospital，Mercy Hospital。听说现实里有一个，也有一个 Mercy Hospital， 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也不住美国，那种地方太高贵，我一辈子都去不了，你知道吗？走进美国，那一瞬间就被海关鄙视，叫我滚出去。坦克啊，好坦克，我就知道。啊，我懒得打，给这三个人打就可以了。坦克烂的跟屎一样，对不对？你看，把门关起来。你看，好再见。你看我砍一刀，他就死了。哎，干将头好晕哦。我只给他一刀。Oh, somebody spill on me. My God.Shotgun what? 走开呀，是必打。啊，就是习惯守在这个大房间。哦，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打血钻之后守在这里就好了，但是。因为这里就是比较习惯嘛，对不对 ？Hunter， 啊，好，我已经不行了，我觉得我已经看不到火焰那里，我已经看不到我在打什么东西了，我不能有入这把 NCA 的名号啊！您们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讲到 HCA 只觉得它换弹很慢而已，其实这把很好用啊，对不对？我知道换弹很慢，对呀、啊，它换弹很慢，对不起。我知道 HCR 换弹很慢，那换弹很慢没有错，可是它有别的优点啊，对不对？那散弹一次只换一颗，也没看你们抱怨啊，你们是对 HCR 什么意见？这把枪那么准，我觉得你们要给其他武器一点机会，不要就是拿散弹啊，而且拿的还是丑散，那个意大利是什么 Space 12还是什么来着？对不对？你们可以给其他枪一点机会啊，比方说狙击啊。比方说，那个大哥吉嘎鲁歇不敢啊之类的，我在歇什么东西？对不对？要多看场合来换武器，这样子。这才是聪明的做法，好不好 ？Benny， 快进来，好不好？啊，现在可以搭电梯了。哎，如果你们有跟其他人一起玩多人游戏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在电梯里面按那个休息一下，好吧？那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关我的事了。我现在是玩单人，没有办法，没有人陪我玩，我太边缘了。会陪我玩的人，一个人在 Overwatch， 一个人在 TF2， 这两个没屁眼的家伙，好吧？听到没有？没屁眼的家伙。Thanks. It's all good.这电梯不能跳，我的脚会陷到电梯地板里面去。妈，这是什么灵界电梯？人家是神秘的第十三层阶梯，你是神秘的第十三层楼梯，是不是？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医院，哎，锅子还好。医院应该是已经盖好才营运呢，你怎么弄的好像顶楼是违建，这是还是怎样？这是龙总吗？还是振兴？啊！你顶楼是要加盖违规铁皮屋，对不对？对不对？你在那边一个人哀伤什么？我觉得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对，我知道，我看到。好，对不起。
Roy, you bitch, you daughter of a bitch. Smoke 啊，哎呦 ，Smoke 被我想到了。我没有办法忍受我那卓越的战机被一个 AI 抢走。Because they just stupid AI, asshole AI, 好不好 ？Asshole I 这样 ，Asshole identify 全称 AI 这样子。好，那就是你可以去死，再见，拜。哎，他居然喷破火而出哎，哇！Grab and oh, this should last until we're safe. 你是在办公桌那边要做什么？就不会去关门吗？那真的是什么事都要我来？我没看到这么笨的人，你知道吗 ？We made it.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No Mercy， No Mercy 最后一关。我居然为了要测这个麦克风，把这个铜锣打飞，我觉得这简单的也太过分了一点。好，随便管他的。那我只希望我他妈的可以不要再爆音了。我的麦克风要么是没有声音，要么就是整个爆音。如果再有状况，我他妈的可能就会我会气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就换了一台电脑。然后又换了三根麦克风，得到的就是这种下场。I'm so angry！ 我相信这里他们一定会有出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爬不上来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人在干什么？哦，比尔拔得头筹，第一个享受到摔死，好吧，没有，他血是满的。Last two stupid is keep falling around。下去，下去。下去。好，不闹了，走吧。别开玩笑了，浪费了一堆时间，到时候上传要上传很久。好，他们都下来了，应该不会再有问题。我要躲在 HS Top 的专用 SPA 的上面。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就叫 Glitchy SPA 的，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吧？也没有人了，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关每次都摆这么多伏击。啊，那觉得这第一关就很我们就很弱的意思吗？并没有好吗？我们超强的。哦，不行，我头好晕哦。我这样一直讲废话。一直在那边啰里吧嗦讲这五四三的，搞得我头好晕了。我摄氧量不足，你知道吗 ？OK， the chopper's coming. Reloading. I'm reloading. 好，我们现在按了救援的这一关的救援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白痴直升机驾驶。他会先特别绕去感染直升，就是这个驾驶会先绕去让自己感染到病毒以后才来接我们，好让我们坠机。你看多么贴心的设计。他怕游戏公司只出一关就出不下去了，所以才这么多的。有一个阿肥想要靠近我们。三，七个，哦。哎，我已经讲话讲到脸麻了，完蛋了，我血液循环不良，太肥了，这真的不行，这样真的不行啊。你是在说我 night shooting 还是 speed night shooting？ Hunter 在下面， Hunter 在下面，我看到，看到。所以你们各位看的是不是觉得这把武器还不错用啊？啊，而且是被我这种人拿哦，那被高手拿到这把枪会吓死的，我跟你们讲。那真的不是每一个特感都撑得住，我讲真的。哦。莫格在哪里？我看到，对不起，我刚眼睛干了一个。对啊，这把枪连我这种程度的人拿都这么熟，那给那种 HS 大巴或者是那种 BAL 这种专家来拿，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他会变成灭世魔神，你知道吗？跟那个伯恩还是什么来着之类一样。
Hunter 在哪里？哦、Frankie 好吧 Frankie's Where is my stupid 弹珠弹珠 Where you are? Don't you think you are too stupid? 哦又有啊你们可以听到我妹正在吸吸没事石墨卡Where is 石墨卡 You there, I see you 诺伊好算了你们都这样 Everybody is stealing my special infected Fine Like a shit, you shut up夏哲好的部门你们不要觉得我装那个雷达是来作弊因为我比较笨嘛对不对我不会听音并不会那么站在我面前我可能都不会发现所以需要这种东西来辅助我好吧啊你们厉害我管不着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尊重啊包容然后这一个是什么嘴炮对我知道啊波摩是死了还是怎样丢过去我随便丢哎然后波摩那绝对是波摩That is for me 他不知道想晃到哪里去他在干嘛在哪里他爬上去了好了 That's you 这里左边好了他一定闯我了他想必已经闯我了我跟 FB 轻巨星那个智障不一样的是我是只要一发火焰瓶我就可以让坦克找我好吗 Do not even try 哎呀我掉下来了我真的已经头晕了我快不行了 Well, at least we're safe now. 对对他们还在这边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被撞了我居然被枪手撞到我在紧张被枪手撞到但我不想我等一下升账号了然后这个已经感染病毒的驾驶员终于来了好不好他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害死我们然后这三个人刚才就一直待在下面不肯上来我不知道他们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被交给骑走了有人被交给骑走了我救了他你看神准神准 SCA 啊这是奋枪 M16 所办不到的事情好不好拿 M16 打一辈子你只能打到空气跟你的队友而已你 M16 就是这种死枪 Shoot Light 不知道成绩怎么样我想我的命中率大概又降低了50%一想到就令人难过你们知道吗我这真是难得我没有把若依杀了那算了饶他一条狗命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让若依死于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脑袋应该是混乱我真的觉得要在一边玩游戏一边废话30分钟真的是很厉害的人我决定要多创10万个账号去帮 Mark 加那个加好友还加粉丝随便啦没有23分钟而已23分钟我都快不行了用了4个包一罐药一针阿多雷纳尼然后没有人用 Medigan Saku
你看，这几乎都是我在打 ，Hunter me， Boomer me， Smoker me， Charger fuck， Jockey me， Speeder me， me me me。哎，比尔真的只做32的伤害，果然是比尔。你看那个姓若名一的，那打简单知道183伤害，我觉得这个人智商真的要去射一下，你说？啊，但是我命中只有27，也不行，这个影片不能上传，这样我好丢脸，大家会看到他这个影片，大家以后都会拿这个影片来耻笑我，你们知道？好，那我的那个废话麦克风测试终于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忍耐，好，谢谢光临，再见，拜。